为什么要做造型？为什么要改变形象？说穿了，就是为了让一个人变得更有魅力，更具有吸引力。Celebrate Image 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在形象设计方面最全面的知识。大多数人靠感觉来设计形象，而我们运用科学和系统化的方式，让你掌握形象设计的窍门。我们更着重人物整体造型设计的教学，让你有机会为特定的对象，如电视台主持、明星、模特儿等，设计一个从头到脚的整体造型。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格调，有古典的、前卫的、优雅的。人也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风格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属于什么类型。而 Celebrate Image 给你的是完整的课程。